今天待会我们要给各位鉴赏这几位女生呢，她们居然情人节没有局。欢迎第四位，欢迎余宝。余宝，哇哦哇哇，从你下这个是不敢约了，我觉得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一个全身有个冷艳的气息。啊有，对不对？啊有，是是。来，大家好，我叫余宝。余宝三围是。32、1、24、32，身高163。人家在报三围棋，不要过瘾。十公里什么东西？厉害。请问什么星座？金牛座。哦，金牛座。那你情人节怎么会没人约？怎么可能？对，怎么没有局？因为我很宅，几乎都在家。然后如果姐妹没有约的话，我几乎都是跟妈妈在一起。那怎么办？挑男人的标准是在哪里？我觉得我有点矛盾，我喜欢长得坏坏的，可是他个性又要乖乖的，然后他的腋下要有一点味道，可是又异味，有异味就对了，腋下会有味道，可是不能是狐臭。那所以他要保持一直流汗就对了，也不能流汗，就是他有必须要有味道，那你就只能这样啦，我们做节目就要实事求是啊。哎呀。来吧，来吧，哎呀呀，来吧，一个一个来，我看看啊，对啊，看看嘛，看看，你再近一点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嗯，好专注的，来，过去，过去，哎，这什么气毒犬？它的比较浓一点，它的比较淡一点，你喜欢浓的还是淡的？浓一点。看吧，中了中了。那气味浓，长得丑没关系。今天东哥，东哥今天很旺哦。可是我是腿控，男生要腿长，然后有味道就可以。腿腿长还要有味道？脚的味道吗？不是脚，不是脚味道，是腋下的味道。那我建议你长颈鹿好不好？对，长颈鹿有味道，而且腿很长。可是长颈鹿没有腋下啊。他有胯下。你们在聊什么？胯下更有味道，好不好？癖好，啊，好怪哦，很怪吗？所以你是味道癖是不是？对，味道癖，而且喜欢臭的。他不能臭啊，就是特殊的男人味。那你会不会抠自己身上的，然后闻？不会啦，可是我有救，还算有救，有救。你上一段感情有7年，然后后来对被劈腿，他常一些劈腿，就是常一些原谅。所以在那7年之中，他不断的劈腿又复合，劈腿又复合，劈腿又复合。请问这个关系在过瘾什么？对，你怎么可以一直容忍？我觉得我有点被虐。怎么样？可是金牛座的女生不太会这样做。可是我心太软了，真的。他一求我，心太软，我的心太软。你不要跟我合唱好不好？我是怕这些人，我他妈的太迟钝了，太笨了。不是，就是说金牛座的女生通常是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事情，而且会非常厌恶这种事。你是太爱他，还是说你以前都是这样？太爱他，我就只专注他一个人。那他有什么过人之处，让你一直想要回好牛，就是好牛一直吃回头草？他的腋下有特殊味道，就他的味道更强烈。对啊，他的哦忘不了他的味道。他要复合的时候，他就过来这样。对，不会的。余宝，别的地方没有这种的。走过这家店就没这个味道，走不开了吗？是不是？哎，不给闻。想跟我复合吗？我们搞一票下流鬼在那干什么？让你觉得很难忘或是好的事情？对啊，一开始在一起真的是对我真的蛮好的，可是后面可能在一起久了他就淡掉。有些男人真的是这样，不应该，就是感情这个东西不能就是要经营，要随时保持他的新鲜感，你知道吗？这很难哎，没有看你要不要做而已，这不难。就把这腋下弄臭就好，不要洗一下。今天洗了，你看没味道，对不对？然后明天又来了，你看味道又回来了，回来了，新鲜吧？而且你最近都是遇到一些烂桃花，奇怪的人啊，非常奇怪，多奇怪！像粉丝，你露了个腿，他就给你，他就说我给你10000，还有那种自己的原味内裤啊，还用过的卫生纸都可以说寄给他，他就。汇钱给我，我说我可没办法。为什么不？神经病，哥哥过不去，就是慢。对啊，你寄康哥给他，先试看看，是不是真的会这样做？会晕倒。说不定康哥的他收还比较高价。哦，真的吗？哎，我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你有拍情人节？有，厉害了，这个是厉害，这个尺度，这个厉害的，可以的，很惊人，很惊人。来来，让我们看一下，1、2、3。
奶都会发光哦。不要那么大声啊！他的胸部光线，光线，光线，重点在哪里啊 ？Oh my god！ 这是八月中会出的，是电子写真，在 JVID。哎呦！哇！买两本，他是怎么拍啊？真的是我发光的东西粘在你奶头上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发光的，一定是我贴的。学一些摄影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在录影的，你有没有在私底下讲话？哎，我们俩是不是贴在奶头上？胸部，我认真。自然光啊，自然光，对不是，其实是装 LED 灯。哦，你有哇？是的哦，好了，还省电呢。这样怎么七年啊被批？来来 ，H 老师。认识太少男生了，是不是？太少正常男生，因为你说都宅在家里面跟妈妈嘛，嗯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交过这男朋友，对不对？对，从17岁到现在，所以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啊！你要先把那个癖好先去掉。好，对你不要那么讲究这件事情，然后多跟朋友，就是多认识一些正常的朋友。好，就找不到，找不到是不是？就你可能主动去跟男生发个话，聊聊天这样子，不要跟多跟粉丝聊天啦。好，这样会比较增广见闻一点，也不会因为那样而对于那个七年的男朋友那么的死心塌地。然后也许你会找到不同的香味，要不要再试试？可能都没有出门去见见别的男生，也没有机会认识。哎，你这么年轻，神经病啊！这是要享受人生，我跟你讲，好，就是要多见多看。你看他年轻的时候干什么？坏，我年轻时候怎么样？我年轻时候要你来评判。为什么走心？讲话小心一点哦，哎。来，大师，大师，我还是提醒你，我属鼠，我说话我提醒你了，是是是，这是鼠对不对？鼠对，这是不是什么？配人人，这是不是人鼠一窝？这是不是王王？这是不是人人人鼠大战？没有好姻缘。为什么后面呢？后面有必要走过来吗？而且人鼠大战，对不对，大师？你怎么会发言发到我们无言？不是不是，再重复一次好不好？这是人。这是王，也是人，这也是人，人鼠相逢必有大战。哎呀，吓鼠人，吓鼠人。甚至我直话直说好不好？因为这第三个字代表生儿育女，容易有小产流产的危险。哎呀，这个名字一定要改。好，这很简单的嘛，姓名学嘛。你最近生意不好的啊？不是生意，那个振兴券啊。喂。我是要直说名字啊，名字很重要。但名字真的很重要。你这么漂亮，气质这么好，又那么善良。虽然17岁认识这个男孩子7年了，名字把你困住了，不是那个味道。命盘来看的话，他本身今年是阳宅风水桃花。哎呦，你的居家房间可能比较有点摆乱，不够整齐。摆乱或浊摆乱，摆设不够整齐，有点东倒西歪的摆设，而且浊气横生，会影响你今年的桃花。那怎么办？该整理的整齐清洁啊，通风好啊，把床单换一换啊，把过去不好味道清除啊，把胃煞，风水中的胃煞，把它做一个化解，听点音乐，增加好的音，味道的煞，转过来，专业，老师你是在带动唱还是？我现在有点快，胃煞，因为我觉得这里面，我这里面只有 H 在听我讲话而已。OK。双向的姓名跟风水给你建议，对对，那费用是待会再说。请问最近的价钱是？振兴券，这样来，请坐，谢谢。